伴随着动听的音乐旋律，我们发现了一座漂亮的彩虹火车站。红色大门打开了，小火车载着三辆小汽车出来了。Red， 红色。接着，蓝色大门也打开了，小火车载着三辆小汽车缓缓驶来。Blue， 蓝色。粉色大门打开了，小火车也载着三辆小汽车开出来了。Pink， 粉色。橙色大门打开了，小火车迎面驶来，后面还载着三辆小汽车。Orange， 橙色。青色大门也打开了，这次出来的是青色的小火车，后面的小汽车也全是青色的。Cyan， 青色。黄色大门打开了，一列黄色的火车缓缓开过来了，只见后面还载着三辆小汽车。Yellow， 黄色。最后，绿色大门也打开了，绿色小火车载着三辆小汽车出来了。Green， 绿色。七种颜色的小火车已全部出站，准备开往下一站。